我基本上每天啊，除了星期一和星期三上课之外，基本上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基本上每天早上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就大概会八点半就送完孩子，就会来店里面。来店里面第一个事情就把这个彩票拿出来，因为以前发生过一次那个砸破我的大门，然后进来把这个。 彩票刮刮乐全偷走的一个事情，所以的话，就每一天都得得把它收起来锁起来。那早上第一件事就把它拿出来，然后会看一下电脑，看一下，呃，微信上有什么客人的回复啊之类的。然后接着就还有没有打我打完包的包裹的话，在这边会打一下。那今天的话没有太多，每天昨天刚刚收完包裹，然后那边也收了一些，今天就没什么要打包的。 然后，啊，过去的大概两个星期我都没有怎么做视频嘛，呃，就随便更新了一下我上课的一些准备的一些视频，就挺无聊的，也没什么人看，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做一个呵呵小小的汇报。呃，之前我不是说过那个啊，我的生意上有一些变化嘛，啊，呃，这个跟大家讲一下，那刚好今天就在这个。 环境里面跟大家讲，以前也做过一次，在我这个店里面给大家介绍，我除了，呃，演戏最重要，呃，就是养家糊口的事、呃、事情，工作就是这个打包，啊、呃，快递。那大家能看到、就是天马迅达快递。那这个公司的话，我跟他就是从二零一六年开始到现在，到五月底，也就是多少年了？啊、呃，八年了。 对，整整八年，天马公司成立九年，啊、呃，我跟他一起就是加盟他做这个店做了八年，所以我对这个快递的终端门店这一块，还有对天马，都是可以说有不少的经验了，然后同时对天马也有很大的感情，但是因为现在就是。 呃，个人包裹的这个生意呢，不是很好做，因为你要每一次要面对很多中国海关的这种各种变数啊，然后再加上代购的生意也下降啊，还有海关的要求越来越严啊，所以导致就整个华人的个人快递就非常尴尬，因为价格做得很低嘛，做了几块钱。 呃，在疫情之之前的话，两块多、三块、四块这样的价格一磅。疫情之后虽然涨了价，但是呃数量也下降了，就是整个，呃国内的购买力啊、买东西啊和包括这边的成本啊也上涨了，我们利润一点都没有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天马就选择把呃快递业务停止了，就是天马集团的话就继续做它这个海外仓的这个业务。那海外仓的话就是量比较大嘛，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不用面对中国海关的这些很多事务。个人快递业务上，我就一直因为是跟他没有去跟别的公司合作过，所以就挺被动的，就一下就我上两个两三个礼拜，我就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合作的这个渠道。 那后来经过一些考察和这种啊了解，最后确定了一家。当时遇到这种情况，就其实蛮紧张、蛮纠结的，也很想跟天马继续做啊。我曾经跟老板谈过，我接下来把整个。 呃，业务都做下来，就是包括后期的，然后包括中国海关处，呃，处清关啊这些，整一个链条都做下来。天马公司呢也支持我去做，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其实真的是蛮大挑战的，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之前一直做的是门店，所以我更加，呃，把精力放在跟客人的这种呃服务方面，所以。 也因此积累了很多客人，很多客人都相信我们，觉得我们的服务不错。尽管有时候整个过程当中某个环节会出问题，但我们门店都对他们负责。后来我们觉得我还是专注做门店这一块服务，那后面的这个清关啊、呃订仓发到中国啊之类的，我还是不想去接触。后来重新了解了一家叫做明通速递，经过考察和就是对比哈、啊，发现明通速递呢非常注重做个人快递。 也是做的非常好，而且价格上更有优势，所以我现在接下来转过来之后，我就把价格都往下调了，就很多价格都有些甚至调得很多，调了降了一块或者一两块钱。 然后呃，至少也有这样五毛到一块左右啊，所以的话啊，而且还有就是速度也更快。通过找这个新的合作伙伴呢，我就发现啊、呃，合作的伙伴突然他不做了，那你一下很被动，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去找一个更合适的，或者说是至少能替代的一个合作伙伴很难。那当时非常急，但后来我找到之后，我发现危机就是一个转机，真的是这样的。我。 通过发现明通之后呢，我觉得就是啊、呃，其实也很多公司它在某一些方面做得挺好的。它因为它更专注在做个人快递这一块，啊、呃，它没有说像天马集团那样那么大做海外仓。然后这样的话一一比较的话，海外仓量那么大，生意那么顺，是吧？那你快递业务。 呃，每天都要面临海关这些问题，那就相对来说就挺辛苦的，所以就选择就放弃快递。现在现状也是这样，就是大的铁快递公司，已经做了八年、十年的快递公司，很多都转到大型的仓储啊、海外仓这些业务去了，小的也很多撑不住关关掉了，因为他们小的公司的话，通常都是拿价格来去拼嘛。 最后拼到最后你，你你你拼不下去了。那现在剩下的快递公司，华人快递都是中型的、中等规模的。那我个人就还是比较专注于这个门店，所以我还是一直会对我的客户哈，我的客户一直听到天马暂停业务之后也很着急啊。他说你们会不会关？我说我们不会关，我们一直在做门店，我们一直会，呃，就是服务。 啊，我们这些客人，因为也是因为这些客人支持我做了八年嘛，呃，真的是做服务，所以的话，我也很感谢这些客人。还是重复一句，不管你做哪一行，或者说是工作，你会遇到一些突变，一些行情的变化、工作的变化、各种情况的一些变化，有时候就会变成对你来说是一个。 哎呀，有点像是灾难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无可适从。就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会觉得啊，我怎么办？就就就感觉好像天塌下来了。有时候甚至真的是这种感觉。但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想给大家建议，就是你不要急，然后呃，开始去寻找别的方向。你甚至就完全停下来啊，我看看我完全这个不做了，我做别的。 是不是我一直在一条老的路上走了太久，或者从来没有停下来去想过？当你这样静下来不，不不那么着急的时候，可能你损失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生意或者说工作，但是你这一两个星期可能会相对比较清醒的去想到一些你原来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或者从来没有去考察过的一些合作伙伴啊、对象啊、一些公司啊，那。 可能你会有一个大的转折，那这次我的这个重新的调整的话，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情况。那现在呃，我还没有改过来，我到时候我会改一下这个招牌，我我这边会把明通啊、顺丰啊、UPS，因为我也在做 UPS 嘛。 啊，还有台湾的黑猫急宅送，包括顺丰、USPS 都会打在这里，这些都是我们的合作的渠道嘛，中间会打我自己的 logo 在上面，这样的话让大家记住我这个品牌，我这个品牌，我的公司叫做快 KUAI，我想给我自己做个品牌，就是叫做 K Box，呃，也是快 K 开头嘛，呃，希望大家认住我这个牌子，这个 K Box，为大家去。 筛选选择好的快递公司来给您服务，不管是寄到中国，还是寄到全世界，还是寄到美国境内的呃什么地方，总之物流快递方面，我是想做一个终端的服务。我们也在做 UPS 嘛，我们有折扣，所以比你去 UPS 的 store 呢要省很多。呃，最低的话也有七折，然后甚至有些你东西越大的话，可能甚至是三折四折的价格。 这样的一个信封的文件，我们知道寄到中国大概四五天嘛，啊、呃，在 UPS 的话需要一百美金，在我这七十美金。这个的话，在 UPS 的话可能要一百二左右，我们只要八十九十这样。OK，Anyway，、okay, 呃，说的有点远了哈，呃，挑战就是一个机遇。 那我呢？我是怎么平衡我自己工作和我演戏的方面呢？我现在最近生意在调整过程中，来加加上现在又是暑期嘛，很多人回国，说很多人带东西回去，寄东西的人还是少一些，相对来说生意没有那么好，那也是很焦虑。我也在想各种办法，包括彩票啊这些啊，然后包括 Spectrum 啊，嗯，帮别人代购买一些，呃。 去 Costco 代代购一些东西啊，还有就是，我们也接受这个，呃，外州啊、各地啊，或者包括国内的一些客人，他去他在美国的网站上买了东西，寄到我们这，然后我们帮他转运回去。呃，这个也是亚马逊发过来，然后我们帮他转运回去。然后还有 Mailbox，就是邮箱，也在出租邮箱。 然后按摩椅也不再代卖，其实就现在就是生意不好，经济不太好嘛，就想各种方法，啊、呃，所以这过去的两三个礼拜确实是头很痛，就是，呃，一个是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另外的话生意，呃，现在趋于呃下降嘛，呃，因为到年底才是一个旺季，再加上一些经济方面环境不好，所以就挺焦虑的，就是一直在。 想怎么把生意做好？因为你没有一个经济的基础的话，你这些。 呃、啊，演戏拍戏啊，干嘛？理想的东西的就很难实现。尽管我拍戏也是有一定的报酬，但是你一个月可能拍一个戏、两个戏才几天，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养家 <coughs>，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将来我们也聊一些很现实的话题，并不是拍戏就是那么美好、那么那么光鲜的，可能呈现给大家的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瞬间了、啊。 最多也是一个小一个多小时，但你在这一个多小时的背后，就光制作可能就是半年、一年，甚至两年、三年的时间。对于某一个个体的话，一个个人、一个演员或一个幕后的 filmmaker 或者一个具体的工作人员的话，那你可能是你学了好几年啊、呃，工作了十几年的这种付出，你才有那么。 一个小时呈现给大家的一些部分，所以的话，你不是说特别热爱和一直在坚持，同时有有一个工作来 support 你。像我的话，我有这个生意，其实我还是蛮感激的，我非常感激他能够一个礼拜一、星期一、星期三去上课，然后同时我有 audition，我早上我是八点半就来。 呃，店里嘛，八点半的话，我就会在这边做视频也好，去做我的 audition 也好，去做课堂上的一些练习也好。总之，八点半到十点半，大概有一个多到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在在做这些东西。然后十点半我就开门，然后就开始营业。尽管哪怕是现在生意比较差，那我基本上只要我出来站在这里，基本上我就很难有时间再进去那边再去做我的事情。 但脑子里有时候会想，所以的话，有时候我我思想也是不是很集中。我我的店员有经常问我一些问题，我突然我的脑子已经想到别的地方去了，就还是一个挑战嘛。但至少就是说，你有一份工作，你有一个生意来 support 你，你有时间，至少还有那么多时间去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另外的话，到下午大概三四点钟开始就要啊。呃 做接孩子啊，带孩子去这去那，然后是接着就就就只能待在家里了，差不多。偶尔有时候有呃 audition 的时候，要辛苦老婆来带着孩子，然后我过来这边做 audition。那这个其实一个是有一个生意了这样的一个生意，然后另外的话有我老婆她在家里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很好。 孩子的各种事情啊，细微的这种生活的照顾啊，都是他撑着，这个这个这个，真的很很要感谢他。所以的话，要经济上有能足够 support 你，然后整个家会有比较平衡，大家能够相互调节，能够呃各司其职去把这个家能够相对做的就是。 没有不会给你造成就是比较稳定吧，这样你才会有可能和有心思，还有这种时间去做这些其他的方面。啊、呃，还有就是上课的方面的话是，是昨天是星期三，我才知道啊，其实每一年都有了，啊、呃，就是有个暑假的，在两个礼拜的 break，summer break。Break, <laughs> 之前也吐槽过，我们那个学校就是，呃，我们是按月收费嘛，但是遇到节日基本上都有假放。呃，对于我们成年人去学习，当然当然不希望放那么多假，但也没办法。接下来两个星期就是放假，我就啊、呃、不用去上课，所以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都会在店里。 早一点话会做这些东西，做自己的东西。然后上两个礼拜也有两两三个 audition，一个是广告，然后有一个是啊、呃、在芝加哥拍摄的。然后上个礼拜做完了 audition，然后前天做了 callback，就还是挺接近了。我不知道最终会不会选我。如果选我的话，那七月初的话又要去芝加哥，啊、呃、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还有就是上课。 有两场戏，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这两场戏的话，在我这个视，前面的几个视频里面已经发过我。一个是我第一次读剧本啊，查词查词啊，然后第二次是跟同学来对词，通过电话对词，然后在课堂上也做了两次了。其实还是有差距，我还不能完全的就是呃 off book，啊、呃，所以接下来这一两个星期也要在这方面花点时间。 其实就还是蛮忙的。前天晚上又收到一个在加拿大拍摄的一个长篇的电影的一个那个 audition，那这个的话也要好好做，然后今天或者明天早上之前要完成。这就是乱七八糟一大堆事情，得去怎么安排，怎么去做，然后好多东西也。 不完全你一个人能做，比如说 audition 的话，你最好是要有一个 reader，有个朋友来帮你，不管是在线还是说面对面。当然面对面的话会比较好，比较有这种，呃，对你表演啊有帮助。所以的话，就这么多事情吧，反正就大家一起努力。我觉得就每个人，啊、呃，出来。 不管是在哪里，在国内，在美国，在各个行业，在各个领域，你想做好你的事情，然后同时又有一些想法的话，都不容易。不管看我的视频的人，你是单身还是有家，还是什么情况，跟我有多少一样的情况和不一样的情况，那我都祝大家开心，按照你的想法、你的步骤，一点点的去往前走。 遇到任何问题的都未必是一个真的是绝路啊什么样的，可能它真的是一个转机。我们就聊到这，留言，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关于梦想、现实和感悟。我是哈里，拜拜。